现在目前比较困扰的就是上传播他。让那个神对这样子好。这样好好搞啊！对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好好搞，好不好？不要看他，对，不要看他。那只狗是怕我们家儿子的。我还可以跟他要求更高，我坐得很近。哎呀，不会。不要往后退嘛，这样子，不要动它，因为它还是跟你抗争嘛。继续，快了快了，再来，就到了。There you go。好，然后现在走过去，坐下，赶快抢位置。对，坐近一点，恩爱一点，快点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懂我意思吗？有没有懂？先不要摸它，我们给它太多的奖赏了。